热血化作新中国的晨曦，生命凝成共和国的基石，青春中国，中国青年。天空是那么的湛蓝，群情是那么的激昂，鸽子在自由地飞翔，鲜花正蓬勃怒放。新的时代开始新的长征，新的生活孕育新的梦想。共青团员肩负历史的重任，将新的火炬传递，将新的事业开创。挥手来路崎岖，眺望去路长长。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这是一个火红沸腾的战场。多少像前进汽车厂团委书记江红花这样的团委书记，带领新一代青年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呕心沥血，披荆斩棘，踏平坎坷，默默奉献。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用汗水和智慧续写新的华彩篇章。袁书记，您走之前可一定把我们厂的车皮给解决了，还有吊车设备，这些都是急需。严政委，严政委。哦，哎，严书记，我们前进汽车厂的事情，你得帮忙解决呀。杨草根，你没见我们正在开会吗？哦，好，好，好。严书记，只要你把我们厂的事情解决了，你们开你们的会啊。我说你怎么像土匪一样不讲理啊？哎呀，我的严书记啊，我怎么就像强盗不讲理了？我们厂不仅缺设备，还缺很多的建筑材料啊。严书记，我这不是找您来汇报工作了吗？不是建汽车厂吗？哎，那可是四个轮子的大东西啊！你那些材料要是不到的话，我拿啥建呢？杨书记，您那兵不是还没到吗？怎么？哎呀，人民战争嘛，靠的就是发动群众啊！我的四乡八邻的乡亲们呢，都早就帮着我干上了。好你个杨草根，你也不请示一下，就开始大兵团会战了？哎，不是。老乡们不也是盼着我们早一天能造出国产汽车来，好开着国产汽车奔共产主义呀、啊！你看看你们这问东问西的，这还开不开会了？哎，你看他还有理了，倒批评起我们来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今天要是不把他的问题解决了，咱们就别想开会。哎，薛秘书，在，去。把杨书记要的东西全都领出来。哎，你看这不结了吗？杨书记，跟我来。哎，你们继续开会啊！对不住了啊！哎，同志，我是啊，这是我的履历。哎，大家让一让啊！哎，你就是江红花同志吧？啊，对，我是。您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看你这身装扮，只能是江红花。咱们前进汽车厂的团委书记，欢迎你啊，厂长，他是我们的团委书记啊。哎，是啊，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英雄啊，他是英雄啊！啊，鼓掌！是吧？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腿又疼了？嗨呀！条木头腿，疼啥？
你呀，太玩命了。来，晚上呢，让舒淇给你看看，这腿要是发炎了，你可别怪我直接把你往医院送。哎，我这是准备好酒，准备为你送行的。你倒好，一见面就要送我去医院。你小子，消息倒蛮灵通的嘛。哎呀，谁不知道啊？整个皖西都传遍了。严书记啊，要去省城干分管工业的书记了。哎，严书记，不过你这一走，往后我要是遇到什么事，我找谁去？你还知道啊？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不管谁来，你可不能这样了啊！动不动就闯会议室，闹得我没法开会。你还挺有理的。哎，有理走遍天下呀，我的严书记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甭管是谁来当这个书记，我要是有啥急事儿，我照样去闯他的会议室去找他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嗯，今天晚上咱俩喝两杯。哎，你们厂的新专家已经到招待所了，你跟我去看看人家，为他接风洗尘。哎，大鼻子专家来了，这么快啊？哎，不是大鼻子专家，听说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咱们自己的专家。走，哎，好。哎，给我拿两张表格。两张表格，拿这个我的介绍信啊！哎，老张，让一让，哎，让一让，对，哎，急死我了，来，帮我拿着吧。好，哎，这是你的，什么？对了，你有介绍信吗？啊，介绍信，介绍信啊！哎呀，我的介绍信放在那边的包里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填表格，等填完了表格，我再去拿介绍信，行吗？别忘了啊，一会儿交表格的时候，一块把你的介绍信交给他们。哎，啊，哎，对了，我叫刘东军，他们叫我大军，以后你就叫我大军哥吧。啊，我叫小王，他们都叫我四眼小王。谢谢大军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成功了，我是光荣的汽车工人了。你们都上车吧，上车吧，啊！前面一排，上这辆车。米花同志啊，这个呀，我可以收下你，啊！但是如果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能好好的改造自己，别说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。我努力改造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关键是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。好，谢谢厂长，谢谢。哎，不用谢我，要谢啊，要谢党和人民啊，能够给你这个光荣的机会。我一定努力改造，上车吧，一定努力改造。哎，哟，等等我！哎，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这是……来，快擦一擦，来，擦一下。我说，同志，你快点带我去见他。你看，他们来了。严书记，这位同志要找您。啊。这位就是新来的专家吧？啊，欢迎欢迎啊！你是不是严政委？严政委，彭杨团长，彭先生，彭学兴。是你？哎呀，我不是做梦吧？我一听说这里的地委书记叫杨怀松，心里啊就也犯嘀咕。再说起汽车厂的党委书记叫杨草根，我就更坐不住了。我就，团长，严政委，少谷团战士彭学兴前来报道。欢迎归队，欢迎归队呀！严书记，彭先生不是刚回国的专家吗？怎么，你们原来早就认识啊？岂止是认识啊！我告诉你啊。他参加革命的时候，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。后来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啊！是啊，老彭啊，真是没想到你还活着呀！快说说，快说说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当年跳崖我没摔死，家里人把我送到法国去，这新中国一成立啊，我就更坐不住了，我就想回来，好好看看咱们的家乡。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点力呀！好啊，没想到上级给我们派来的专家竟然是你。哎，谢谢你啊，昨
昨天呢，我把你的衣服弄脏了，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还不知道你们俩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杨柳，杨树的杨，柳树的柳。你呢？我叫江红花。你呢？我叫米华。米华，你们有我表妹的消息吗？她怎么样？哎呀，过得好不好？哎，那是老严，老严的媳妇儿啊，是万西医院的院长。什么？你是说我表妹和严政委？雪清啊，我跟舒淇。哎呀，还啥雪清啊？说起来，他还是你表哥呢。你们成一家人了，一家人。表哥，是吗？好，好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哎，雪清啊，说说这些年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？哎，是啊是啊，老婆，结婚了没有？孩子多大了？我还没结婚呢。主要是在海外华人太少。老杨，你成家了没有？哎呀，老光棍一条。是吗？哎，严书记，咱别站在这说话呀，找个地儿，咱庆祝一下。好，对对对对，上我家去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大勋哥，你参加过抗美援朝，那一定和美国鬼子打过仗吧？让我看看你的军装吧。哎，我哪是什么大英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急迫兵。再说了，我也没什么军装。谁说呢？我才不信呢。哎，军装拿出来。好好好，好，别翻别翻，不在这儿，让我拿给你看。给。哎呀，真厉害呀！看，这没什么，这只是一个三等功的奖章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哎，看呐，我们车上有位抗美援朝的英雄。真遗憾，为什么英雄不在我们车上呢？谁说咱们车上没英雄啊？王厂长不是说了吗？江红花就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大英雄。对，真正的英雄在我们车上。江红花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呢。哪个是江红花？江红花是咱们厂团委书记，也参加过抗美援朝。在哪儿呢？那不，哎呀，别喊了！红花是我。江红花，英雄！江红花，英雄！江红花在这儿呢，不是瞎编了。舒淇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舒淇，快点！来了。老婆，你先待着。老杨，咱俩弄点下酒菜去啊！走走走，走走。哦，好好好，快点啊，舒淇，快点！这么高兴，一定是杨团长来了吧？舒淇。说的什么话呀？怎么是躲呢？咱们俩不是出来买下酒的菜吗？再说，总得给他们兄妹一个单独说话的机会啊。
这什么单独不单独的？哎，咱又不是外人啊！你懂个啥？哎，我是不懂，可是我知道，彭学兴是咱们生死与共的战友。你是不是看人家彭学兴从外国回来没有结婚，想把那个书籍还给人家？就这样，我们转战南北。后来解放了，我们又回到了这里。一来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儿，再有就是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。你们有个女儿？这么半天你终于开口了。你女儿呢？怎么失散的？撤离大别山的时候，我们把她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。后来这一带遭到日本鬼子疯狂扫荡，村子没了，孩子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哎，我说严政委啊，你可千万别自己给自己找痛快啊！我就不信彭先生回来，那就是为了见他的表妹。哎，你那会儿还小，这方面事我比你看得明白。彭学兴对赵淑琪可是一往情深啊。可是那也不能让赵院长说改嫁就改嫁呀，这成啥了？哎，我说老爷，你可不能干这事儿啊！哼，我说啥了？不是你刚才不是？哼。说说你吧，你这么多年都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来喝水。我很简单，一直生活在法国。那应该早就成家有孩子了吧？我一直没有结婚。哎，来了来了！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哎呀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买蔬菜的人特别多呀。你们快坐，来抬桌子吧。啊，哎，你们俩抬啊。来来来，我来。来，好了，我来拿。哎，小心烫啊。没事。哎，舒淇啊。啊。咱们家的酒放哪儿了？我存了一瓶好酒，在这儿呢。我没有想到，表妹现在变得这么能干了。嗨，这都20多年过去了，她能不变吗？啊！来了，哎，老彭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瓶酒我可是存了好多年啊。哎，来，哎，好，来，哎，哎，哎呦，用牙呀。没事儿，来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今天聚到一块儿可真不容易啊！是啊，来，让我们为四个老战友再次重逢，还有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还能活在这个世上，还能为国家做点事情，咱们干一杯！来，来干杯，干一杯，干！哎，干了啊！好。长别在大别山的战友们，我们四个来看你们来了。我严怀松绝不辜负你们对我的希望，我们一定会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，更加富饶。战友们，我彭学兴回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国家要在这儿建汽车厂了。等我们第一辆汽车下线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开着它开过来让你们瞧瞧，咱们中国人也能够生产自己的汽车了。伙计们，为了让咱们的汽车厂早日建成投产，我可是给我们老政委严书记立下了军令状了。如果不提前完成汽车厂的建设重任的话，我就提着脑袋去见他。战友们，你们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！
浩根啊，去找把锄头，咱们给墓地配配土吧。哎，好，你们在这等着啊，我去跟老乡们借去。啊，舒淇啊，你也去吧。哦，我在这里陪老彭说会儿话。好，那我们去了。雪清啊，今天我要当着躺在地下的老战友的面和你说说心里话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舒淇，我也知道，如果不是你跳崖，如果不是我们以为你牺牲了，我和舒淇是不会在一起的。所以你既然回来了，我还是想把舒淇。严政委，当着常年在地下的战友们的面，我也告诉你，我回来不是为了拆散你们的家庭的，我是为了祖国的建设回来的。我要把我的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祖国建设的工作中去。同志们，哎，我们的工厂到了。工厂在这儿，这不像工厂。哎，你们脚下踩的这片土地啊，就是咱们的前进汽车厂。哎，这里啊是啥也没有，可是我们呀有勤劳的双手，还有一颗建设祖国的红心，所以呀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建造出美丽的工厂和我们自己的汽车。大家说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对。哎，同志们，青年朋友们。江红花同志说的对，我们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我们自己的工厂。团员青年朋友们，走，跟我走。走走走，来，给我。老严、老杨，汽车厂招来的工人都已经到了。是吗？啊，去看看。啊，我们看看去。走，走，好，我们走。啊，我来。江红花同志啊，哎，王厂长，哎，那个江红花同志，你看那个，怎么也得先把大家的住处给安顿好啊，啊，哦，好，我这就安排。我们呀，先把帐篷给支起来。哎，你们几个，哎，对，还有你，你们一起去，你先把帐篷支起来，然后呢，把大家的行李都搬进帐篷里，我们呀就在这里安家了。工厂要是一天不建好，我们就一天不离开这里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快去吧！哎呀，我看呐，有你们大家这股劲头啊，我相信咱们的工厂一定可以提前建起来。王厂长，你就放心吧啊！哎，放心放心。哎，来，大家都站起来。啊，跟着我，你出去去。走，走，走。来，我来。慢点，你是江红花同志啊？你好，我是江红花。好了，我是刘东军啊。哦，刘东军同志你好。轻点啊，哥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啊，慢点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好，来过来，哎，哥，好嘞。怎么，不记得我？我是刘东军，我是那个汽车兵啊。汽车兵啊？哎呀，你忘了，就是在朝鲜战场上，你从燃烧的汽车上飞下来的那个汽车兵啊，刘东军。大军啊，哎呀，是我。哎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就从医院溜出去了？哎，不是为了赶上最后一站吗？太好了，江红花同志，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战斗了。哎呀，原来两位英雄还是战友呢。走，干活去。哎，同志们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紧赶慢赶，咱们还是来迟了啊！啊，你瞧瞧，人都干上了。哎呀。这些年轻人真是干劲十足啊！啊！哎，严书记，给这些年轻人讲几句，鼓鼓他们的干劲啊！这还用我鼓劲吗？你看，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他们建厂的决心。
我还来点实际的吧。你们俩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啊，尤其是老彭你这边。啊，没别的，就是让苏联专家尽快的把图纸拿过来。没图纸，我们没法进场了。啊，这事啊，我一到城里，马上就帮你们催问一下。哎，严书记，这话怎么说的？怎么是把我们催问？这本来就是你分内的事嘛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是我的事情，当然是我的事情了。啊，这事儿我责无旁贷。哎呦，欢迎领导，欢迎领导来视察呀！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英雄，蒋红花同志。这位是咱们的地委严书记，这位就是咱们前进厂党委书记杨草根同志。严书记，杨书记，江红花同志前来报道。好，欢迎欢迎啊。严书记，他现在是啊，不用你给我介绍，我全都知道，我全都清楚。老杨啊，啊，我知道你们厂年轻人多，我特意跟地委组织部打了个招呼，让他们为你们厂物色个团委书记。严书记，他妈是个女团委书记啊！这女的就不能当了？这，好好好好。杨书记，严书记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虽然大家的干劲儿都很足，但是有不少的年轻人，当然了，也包括我在内，都没有平地除草的经验。我想，是不是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，然后请一些有经验的老乡指导我们一下，这样我们工作的速度就会提高很多的。哎，这个女同志说起话来，挺有道道的啊，不愧是从战场上下来的，像个军人的样子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现在就分组去。杨书记，还是我去吧，这些年轻人都是我招来的，我比你熟，走吧。江华同志，两位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啊？啊，干得很好。希望大家早日把厂建好啊。是，我们绝不辜负领导的期望。舒淇，你怎么了？还得就按照刚才的分工加油干吧。我女儿要是活着的话，也这么大了。咱们现在啊，分成几个小组，第一小组有15个人，第二个组也是15个人，我们展开一个劳动。呀，流血了！没事没事，给我给我。加油加油！哎，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看。他手破了。手破了。让我看看，要不要包扎一下啊？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这么焦急还行？啊，你应该好好向大伙学习，尤其要向杨柳这样的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学习啊，改掉你身上的啊娇生惯养的毛病，懂吗？行了行了，戴手套啊，别感染了。哎，好了，大伙儿加油干啊！啊，快点！不好，我太笨了，我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啥改造不改造的？来，来，戴上。嗯。一看您就是搞专业的，您是？我叫赵树奇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万熙医院的赵院长，哦，就是你刚才见到的严书记的爱人。哦，赵院长你好，我是江红花。你好，江红花。赵院长好。这两天别下水，当心感染。杨书记，谢谢赵医生。团委书记同志啊，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。有什么任务啊？您就尽管吩咐吧。你看咱们这儿，距离万熙医院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。嗯。这些工人又难免有磕磕碰碰、头疼脑热的时候。刚才我和赵院长商量过了，准备在这儿啊建立一个医疗点。我看了你的档案，知道你在部队的时候干的就是卫生员，所以这个医疗点就由你负责了，怎么样？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孩子一看就当过兵，这多好啊，多痛快呀！啊，这两天呢，我会把一些常用的药给你送过来。哦，行，反正一些简单的伤病我都能治，不过啊，还要请赵院长多多指教呢。啊，我会常来看看的。还有啊，你们杨书记的腿在战争中给炸断了，假肢刚安上，你千万得给我把他看住了，不能让他干重。哎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啊！我这条假腿啊，比你们的腿
还结实呢。哎，当心点，我的杨团长，你的腿再发炎了，简直就安不上了。哎，赵院长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监督好杨书记。好。哎，杨书记，您看这个医疗点，我是不是不用每天都去守着呀？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随叫随到。平时啊，我就和大家一块劳动，您看行吧？啊，好好，谢谢。杨书记、赵院长，那我先干活去了。啊，好好。这姑娘还行啊，啊，是个好苗子。哎，这姑娘还真有点像你年轻的时候。哎，打过仗，当过卫生员，就连长相也和你差不多呀。哎，我做做他的工作，让他做你的干女儿怎么样？哎呀，老杨，都是革命同志，认什么干女儿啊？你可千万别胡来啊！好好好好，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总之啊，对待苏联专家的态度一定要谦虚诚恳，技术上也要以他们的意见为主，千万不要跟他们发生碰撞。当然了，工作上难免会有磕磕绊绊的事情，要时刻把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在第一位，解决不了的、调和不了的就立即上报。当然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。还有啊，草根是个直肠子，急脾气，在这点上你可要把握住了。我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老婆，我就要离开万熙了。在走之前，我想问问，那件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当年我虽然是因为喜欢舒淇才随她一起参加革命的，但抛去那时的投机因素，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。我这次回来就是一心想用我的双手，用我在国外学到的知识，建设咱们的国家。我希望能够建设出一个不再受列强欺辱的强大的国家。至于你和舒淇，我真心的祝福你们。我也为舒淇找到你做她的终身伴侣而感到高兴。老婆，你也让我把话说完。都是一起战斗过的战友，我不能就这么夺人所爱。只要你还愿意，我马上和舒淇。严书记，赵丽儿，我该叫你一声妹夫的，你不要这样看我，更不要这样看舒淇。我和她只是表兄妹，我希望你疼她、爱她，和她好好过日子就足够了。你可不能说这种伤害她的话呀。我这心里啊，啊，你说，一个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一个是……哎，老爷，你就放心的去省里工作吧。我知道你这一去，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你就让舒淇跟你过去照顾你才对。那怎么可能啊？咱们医院正在扩大建设，他是院长根本就走不开啊。严书记，哎呀，我到处找你们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就要离开万熙了，走之前和老彭说说话。哎呀，有啥话留着以后再说吧。啊，快走，大家等着你讲话呢。哎，不是我张罗的啊，是江红花他们坚持要求领导讲几句。哎，你可不能扫了这些年轻人的兴啊。啊，好啊，走。好，下面请我们的严书记给我们讲几句话。同志们，前进汽车厂的厂牌终于挂起来了，这表明咱们前进汽车厂从今天起就正式成立了。这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。我也来说几句。同志们，向我们前进汽车厂筹备期间的全体职工干部保个证啊！那就是一定要确保
苏联专家来到之前，按时按质的完成工厂办公区和生活小区的建设。哎，建红花同志，你是咱们厂的第一任团委书记啊！讲两句，讲两句。对呀，红花姐，代表我们工人上台说几句话吧。是啊，讲几句。说几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讲两句啊。那好，既然大家让我讲两句，我就上去讲两句吧。好。我们一定以朝气蓬勃、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，克服一切的艰难困苦，当好新中国的第一代汽车工人。大家有没有决心呢？有！毛主席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老杨，哎，老庞啊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在省里啊。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嗨，你就放心吧，严书记，我们一定尽快把汽车给造出来。到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来坐你们的汽车。好，严书记，你就放心吧。老严，注意身体。啊，你也一样。老杨和老彭，就交给你来照顾了。放心吧，生生死死的老战友，我能不管他们吗？好，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来了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怎么样？大家使劲吃，吃饱了，咱们下午拿第一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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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快来，来来，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在座的同志啊，都是团员。今天下午的劳动竞赛当中，你们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大家能不能做到啊？江书记，你放心吧，这次竞赛。我们一定拿第一，给大家做个榜样，能不能拿第一啊？我们一定拿第一，一定拿第一！走，走，快点！哎，小王！哎！哎，我问你们两个点事儿啊，问吧。哎，你们两个，哎，你们两个谁是团员啊？啊，我不是。米花，你呢？我也不是。嗨，他肯定也不是。你肯定什么呀？哎，米花，你是不是啊？我真的不是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们组没有一个是团员，下午的比赛肯定是最后一名了。嘿嘿，原来你也不是啊。是。哎，我刚才啊路过他们帐篷的时候，听到他们正在表决心呢，说下午一定要拿第一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笨鸟先飞。我不能拖咱们组的后腿。哎，吃完了再去。不用了。看看人家米华，学学人家。杨书记，嗯，这个你好。你看，我们厂的团委啊刚刚建立，我还想请您多给我指导指导呢。真的，我都没想到，党会把这么重的担子让我来挑。你要是谦虚呢？我也没啥意见。哎，要是因为底气不足，这工作可就不好展开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有个别同志啊，都想着当好工人就行了，觉得眼下的什么整地呀、建厂啊、学会了没什么用，所以我还没想到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。哎，江书记，要不您给我们讲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，给他们鼓鼓劲儿。你这个小丫头，好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我就不能拒绝。哎，但是我得说啊，我不是在讲故事，我是想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一件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。同志们，共青团员们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当年少共团浴血奋战的地方，是少共团的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的红色根据地。我手中的这面旗帜，就是少共团的战士们不惜流血牺牲、英勇奋战保护下来的。今天，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这片土地，我们要把它建设成
咱们新中国自己的汽车厂。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汽车工人，白手起家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去拼搏，去战斗。江红花同志，到。从现在起，这面旗帜就交给你们了。同志们，战友们，今天我们从前辈手中接过了这面旗帜，我们一定不辜负前辈们的殷切希望，争取早日建好我们的工厂，造出新中国自己的汽车。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我有个提议啊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搞他一个劳动竞赛，哪个小组得了第一，就把这面旗帜插在哪个小组的作业面上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青年同志们，除草比赛现在开始，出发！怎么路过这么多？两位姐姐，我有主意了，跟草坪们挖沟用火烧，这能行吗？哎，因为我们有要求，怎么除草？我们只要把草除干净了不就行了？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但是在点火之前一定要先挖防火沟，这离山林太近了。着火了，快赶紧叫人救火。大家快去救火。你还记得你当年给我画的那幅头像吗？你怎么想起这幅画了？我当时把女儿送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给她带，就是把那幅画塞在她襁褓中了。什么？米华的出身真的不好啊？哎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？你是臭流氓，干什么？别动！他是咱们厂新来的专家阿刘莎同志。